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arky， 今日我哋就翻嚟《奇迹论》系冇错，大家见到个版面又知道我哋做乜嘢咧？高级订制合集，咁咧是咁的，其实系咁嘅，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堆嘢咧系未订制过嘅，就好似啊最近活动啊抽嗰啲奖啊都有一堆咁样嘅，咁基本上。一我想订制完之后搵个时间清咗佢，二就系我希望咧可以走啦，希望可以但我又想睇一睇我啲星光币。啊得冇问题冇问题，一定冇问题。所以话点解我要咁多下？所以今次系点解我会咁错？所以今次我哋就嚟个。我哋嘅高级订制合集，首先我哋由头发开始，唉，要用晒星光币嘅时间又嚟啦，任凭新咩料。冇问题，我哋慢慢咁样掩饰，真系我觉得好鬼正啊咁样掩饰。然后你知我呢个头真系超似镜幽灵个头，镜幽灵个头红色就系咁嘅样。我唔好对唔住，你记住佢全部都系五星噶，我八个 what the fuck？ 啊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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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套应该是他的裙都应该变黄色吧，但是我 OK 喎，不差喎。就这个只有一个，嗯没错。死死有一堆东西我想是不是应该订制。啊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我特登买多个的，我想要套，我等我先，我想看看。去套三个位。顶了去什么？其实我哎在这里。我要撞清的，所以我呢他的位置多数都是跟回他另外一些三个位置，知不知道他的位置一定定了的。所以我要染浅黄色，因为我觉得呢套染咗色之后真系唔错，真心嘅。我系真心讲一句，呢套染咗色之后系唔错嘅。杯子蛋糕，呢套就我觉得呢个超似，即系呢个呢只色嘅话系超似个咩 ？Monica 系超似 Monica， 即系 DDLC 嗰个，即系一个咧我系有订制啦。我之前系买咗几个咯，我以为自己一整好订制咯，原来我订制咗几次，或者我以为自己咧即系以为佢咧有几个版本呢、这个设计图嘅，即系呢个。我每日识都订制下，我最低限度就嘥咗佢3000啦。如果用多过3000，我就会停噶啦。基本上，要知道我呢种不嬲都唔系太打嗰个咩，即系大家知嘅。唉，嗰条片出咗未啊？其实我唔知嗰条片出咗未。啊，系我未出未出，我好似剪咗一段之后咧，就唔知剪咗去边。条片就系话我咧嗰、那个咩搭配竞技场嗰个咧，慢慢爬上去，之后最屘又搭翻落嚟嘅故事。咦啊，咁分解重构啊屌！其实唔好问点解咧，我咁样跑咗上去之后打翻落嚟，然之后我哋觉得咧，我真系非常之唔好彩，点解会撞正啲咁嘅嘢？呢啲咁嘅运咧，真系唔系一般人都可以撞得到嘅，唔知。唉，自然卷，因为打关嘅时候，基本上你都可能有一堆衫咧系需要订，即系会多出嚟。之后你冇嘢嘅话，你一系铲咗一次嘅图嘅订制，有冇铲到嘅分解啊？咁所以基本上大部分衫咧都系有成咧唔知几多件嘅啦，而咧一直都系堆积喺度，一可能系设计图有用啦，二就系、是。嗯，冇错，可能就系要咁嘅掩饰。唉，但今次真系合集咧，大家唔好怀疑啊。我觉得呢三个都 OK 喎。哎呀，其他染料我有。其实我大多数即系我以前大多数时间都系，我有去一啲外国嘅 forum 度睇，即系比较出名啦。Mino 嗰个，之后就即系外国叫 Lovely Kit 啊嘛，呢个游戏。之后就系话推荐你去联盟铺头去买呢啲咁嘅掩饰染料，因为基本上星光币咧多数长期咁样唔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见是非常之有用，而且是采纳了的。好，这个叫掩饰。我没记错，好像在那个时光记忆册里面是有故事的，掩饰之后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两套都是，我记得好像是其中一套是有的，就是其中一件。而且这个掩饰之后都不差，落笔。罗密欧是服装店的。不是，我有了，屌。我按是按罗密欧，按罗密欧，我要掩黑色。今次真系丧染啊！基本上，即系连平时唔染嗰啲都摆喺度咁样。呢个原色系 off Johnny， 你睇下我钱嘅数量咧，大家都知咩事啊？唔该晒，真系我唔系得咁多钱嘅，不过之后咧最近咧抽奖抽，之后抽到一堆钱坐埋一嚿咁样。你屋星少其实咧都唔差嘅，佢个套呢个订制过嘛？呢套系，哦呢套就唔会有啦。呢套好唔该晒，原来呢套都系啊系喎，嗰条裙喎好长啲头发，廿
五星嘅。好，头发部分就完啦，冇错，头发已差成十分钟啦，所以话咧我嚟快转嘅，嗯。之后就睇下啦，有啲漏网之鱼啦，我呢啲系会染色嘅，因为咧其实咧抽中一啲有钻，即系系钻石类型嘅，系呢件衫咧系要钻石去买嘅，抽中一类型嘅衫已经好唔容易，而大多数情况下咧我都系靠抽咧去做翻设计图嘅，啊呢个我唔会染，因为咧佢个花纹太贵啦。嗯，而家染啦，呢个系喺服装店，我丢猜中咗就系点啊老母，屌我猜中咗你，我而家染色啦，之后染埋浅蓝，之后就算数啦。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咧系即系稀有啲嘅衫咧，如果有重复嘅话，多数都系染翻嚟，喺舞厅度染翻嚟。大家应该对呢件嘢有印象啦，蓝色嘅版本。其实蓝色嘅版本咧，佢系一个即系一开头佢会送唔知300几粒钻石俾你，同埋送一条咁嘅裙。呢条裙系唔知点解高级订制咗嘅。之后我就之前好似染到翻佢，而家我又染翻翻嚟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咧，好似前几日抽到条，之后我又染翻翻嚟啦。呢啲真系经典啊！呢套设计图啦，老子用的都是钱。嗱，我可能咧，其實我咁樣抽咧，我咁樣去染一件咧，可能會出咗一個問題，就係咧，你哋明嘅，出咗咩問題咧？就係可能我有啲設計圖咧係準備 craft 啦，即係因為其實我想做一個設計圖合集嘅，其實，但我想冇咁嘅機會，你知，之後我就一直儲住一堆材料，係冇嘅係，問緊，即係我一直儲住一堆材料咁樣去啦，之後我儲，即係儲嘅時間，如果有用佢嘅話，又要重新再儲過啊嘛，你知啦，係，所以我係一個好矛盾嘅人，我覺得個星空係幾靚嘅。咁應該我都有篤興嘅錢去買啊，所以咧，唔問點解會有粉色，我就覺得佢個粉色好靚。呢個都唔差喎，真係會買啦，買多件冇問題嘅。你睇下我呢個兩買幾多件都冇問題啦，每一套都只有兩件出嚟得，大佬你知唔知啊？呢個我真係想換多件嘅，即係冇記錯咧，一個咧佢呢條裙咧都好靚嘅，佢如果係黑色嗰個版本嘅話，佢有少少哥德羅尼 feel 嘅，所以咧，冇錯，你哋明嘅，唔該。之后咧就唔会俾你哋嘅啊！呢条嚟啦，我哋要染呢个撞青，呢个真系唔错喎，就我觉得好适合啊！即系配翻阿星发发个发型咧，就真系好适合佢。呢啲都可以，呢啲都唔系。其实我冲一冲个收集度啫，因为咧收集度咧高啲会好啲，其实真系嘅。你收集度高啲，你都睇到啲好友嗰啲排名榜噶啦，基本上都系咁样，你个收集度先会高，之后你个 percentage 先会增加啊，之后你可以配嘅衫先高嘅，知唔知？真嘅。好识你哋，好识你哋啊！唔好呢个坏眼神望住我啦。唉 ，never mind， 你啲人就系咁啊。呢套唔错，呢个俾我一种小清新嘅感觉啊。一件有少少农村 feel， 一件有少少嗰种点讲咧？我唔记得咗个风格叫咩啊？死啦，死得咁奇。喺呢个服装店咧，有冇记错？系好贵，真系我唔明点解会咁贵咯。基本上你叫一个平民，你叫 V 零去买一件衫咧，佢一定顶唔顺。佢一定顶唔顺，佢一定会买咗俾你。我觉得呢套咧，佢染咗色之后几靓，但系咧佢 craft 即系佢整出嚟系一件非常之烦嘅事。冇错，十二分钟之后咧，呢个我之前染走咗个色嘅系，我好想染翻佢，但系我唔系太清楚佢设计图系点样。一套都唔错，佢两个色都好唔错，但系我冇谂住再整个，因为服装品质太烦咧，你知唔知啊？服装品质好卵烦，真系一句粗口 send 埋佢，服装品质好卵烦，真嘅真嘅。喂，粉红色。但系都唔错喎，喂，大佬，你知唔知我依沙咗先我买，我沙咗，至少已经有六分之一噶咯，大镬啦，染唔染得晒啊？我而家先染到连身裙啊！屌，其实我相信咧，我咁样染咧，其实内容量都非常之足够，系冇听错，内容量非常之足够。一件系，我冇记错，一件系，冇错，一件系，唔知系风衫店嗰度抽翻嚟，喺呢啲设计图噶啦，净系得嗰一件，而且我又换得翻嚟。呢、这个抽噶啦，呢、这个就系设计图嘅，我记得，哦，啱啱好，呢、这个系周即系周嘢嗰、那个唔知乜鬼嘢，系咪周嘢画廊？哎，算，我系读错嘢，算数，冇癫，你同我呢套咧，如果加衫就真系超似光嗰套嘢咯，系真系好似咯，即系呢个黑色超型咯，我屌，我有谂住储呢套嘅，但系最屘咧，我改变咗主意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我见到另外一套更加靓嘅，即系重构元素可以咁样整。我觉得真系唔错，所以我就转移咗个目标啦。其实我嗰套已经储咗一半噶啦。其实我几时有第二件噶，我都唔知啊，你知啊？我已经抽样抽到傻咗咩料？即系基本上你每两日一次，你抽一橛，你都抽到一啲啦，咪？呢个，佢睇落去高贵，但系睇落去真系唔系好实用嘅，你明啊？呢个浅粉同呢个下面风唔错 ，I like it。
算啦，今次嘥几多就嘥几多啦，我最多迟啲打翻上去啫，冇问题嘅，死唔去嘅，好想学你知啊！我打咗成个礼拜嘢，我一日内清晒我顶啦，你个肺！3333，呢个系一个强迫症咧，唔想破坏嘅数字。然而我就一阵间就破坏佢，破坏佢，破坏佢。之后睇下先，呢啲 ，OK， 经典花纹就唔会要嘅，呢个设计图嘅，我中意个多年，我已经破坏咗啦，多谢晒。强迫症应该咧嬲到想闹我。睇啦睇啦，射先系咪？啊，设计图嘅设计图嘅。大多数情况下咧，都系我有一堆衫，我嗰一堆衫咧系唔会攞嚟用嘅。呢个服装店，服装店多数都懒得买啦。我买埋嘅话咧，呢条片唔使拍啦。之后睇下先。喂，意外地冇乜重复喎，可能系因为衫嘅问题。呢个系设计图嘅，呢个记得，零点解唔该晒。即系知道点解要系冇嘢啦。呢个系设计图嘅。我冇意见。其实咧，拍个系列俾大家睇咧，都有啲目的嘅，就系咧俾大家睇下咧各种衣服形态，知唔知？其实我真唔明点解转个色啫，系咪要夹纹啊？我呢个超级型，佢嗰啲红色间跳超似血啊嘛，咩料？一套我系唔会嘈嘅。就呢度呢个设计图嘅又系，系呢个要斑纹。如果佢唔使，我投资下。喂，呢个系哦七支嘅好。等先，系卷一，系卷一嘅，吓鬼死我！我以为自己睇错咩？不过呢套真系呢个唔错，但系佢呢个物咧，睇下有咩分别？睇下有咩分别？我屌你老味，冇分别就冇分别啦，正常点唔得？后面裤可应该冇咁重啦，因为咧前面裙咧，即系你多数情况下都要三个咁样，一下塞爆你啦！唉，很攰。虽然咧睇我呢个礼拜咧都冇乜出片啦，但系唔好以为冇做嘢，我有做嘢。I have two things。不过呢个有少。我就问你一句浅色少少冇阴影啫，屌！即系成一句错就黐埋佢。你其他有啲分别，你呢个真系贱捻到你咧。但系又唔系，但系佢又加一个服装喎。佢真系好嘢。我就问呢两套嘢有咩分别？呢个薄荷 O K， 知唔知？呢啲咧，大家都明嘅。系啊，虎皮猫星人嘅呢套。早期咧就好中意咧，咁样抽完奖之后咧，就俾佢掩饰之后咧，如果你想攞翻就又叫你抽奖，好中意咁样噶。之后咧去到而家咧，佢索性咧，如果令到一件事难做啲，佢索性攞一样嘢压你就得噶啦。佢攞公主级嗰个时间，即系佢攞嗰样嘢压你冇问题。呢个线边噶喎，我而家仔细啲睇先知，斑马线啊，呢套系我知咩啦？你知唔知呢套咧系我见过咧最劲啊！我顶你掩饰掩边度啊？你掩饰只系贴个十字上去喎，顶！你唔好染一扮，呢个我觉得礼服唔错，呢个又系啲早期服装，即系染完色之后咧先可以攞到中下星辰。中下星辰我真系觉得唔错，呢个冇啊，咦你抽唔到啊？点解有印象之前抽过？我可能之前铲咗。呢个有好多个，我次次咧打关都打呢个，之后就打咗劲多个翻嚟，但系咧谁不知我净得一个颜色，喺度轮住。哇，差唔多到嗰个限定数咯，但系我而家染紧墨啫喎，我可能呢条片要分两卷啦，因为咧。如果以呢个咁嘅情况嚟睇咧，真系染我识得染死你点？之后就冇啦。之后而家先到鞋咗 ，what the fuck？ 之后 what the fuck？ 明点解唔该晒？红色黑色呢个一定服装店噶啦，系啦。服装店多数懒得买嘅话咧，染死自己啦。害人咪害己啊，唔好害人哋啊。害人哋唔系，应该咁讲，害人哋冇问题，你害自己啊，自己踩屎啫，唉。唔知我有印象咧，喺幻之国度抽过几个，但系咧就好似一直都冇啊嘛，好虚无啊！系啦，一套就系一套咧，佢嗰个掩饰版本，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。但系咧问题就系咧，冇错，佢呢套只系一套三星嘅套装，三星套装佢个嘢可以咁靓，咁我要认嘅就系因为佢系最新嗰张嗰个目标成就，系咪最新嗰张？我唔知系咪最新嗰张，好似系最新嗰张，因为其实咧佢一直都未更新，但系好似咧停留咗喺度，佢又好似真系唔谂住更新喎。唉，算啦 ，never mind， 系更新就更新啦，跟唔新就算数啦，屌你老母！不过其实咧，我呢种咁嘅大清扫咧，都唔系成日发生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用多少钱，系冇错，我可以用多少钱。我而家开始仲用紧自己啊，点样算啊？甜点我冇记错，我会染咁多次咧，
有兩個可能性，一咧佢係一個就喺服裝店買到，二咧就我抽獎抽到好多，就平時嘥就咁樣用。嗯，啊唔係呢對，呢個白面面係白金金嗰套，啊係一套我要嘅，一套我要嘅，一套即係佢染咗色之後嘅婚紗係，嗯真係好靚，我都係最近先抽到啫，知唉喊啊，應該。啊，用多少少啫，冇问题嘅。你话下最底线就2700，多过2700就真系停啦。你唔停嘅话，即系唔停嘅话，我就破产。一阵间佢突然间弹一张出嚟，点算啊，大佬？大佬神不知鬼一个噶嘛，大佬你都知一样嘢。诶，心谂一句 what the fuck， 点解佢突然间咁嘅嘢？你真系会估到佢想点？佢真系浅粉红真系靓好多咯。但系其实蓝色都唔错嘅，但系蓝色冇嗰种点讲咧，柔软嘅感觉，我唔知点讲。OK 啦。今次系真系大合集，真系咧俾咗大家好多福利啦，你知唔知？呢种情况下咧，基本上咧，我应该咧 cut 一半噶啦。但我竟然冇 cut 一半啊 ！What the fuck？ 大家感谢我啊！算啦算啦，我知你唔感谢，我要放咁久感谢做乜鸠？大家全程就睇我喺度揿住个荧幕，喺度掩色掩色掩色，即系我屌你掩完未？因为我有加盟就顺便验埋啦，好烦啊！呢个冇错系打关嘅，而我只系打得一个，即系表示咧我懒得打。对唔住呢句废话，应该系我有清过，我有清过，屌我有清过，系呢个合理啲。我真系有清过，点会冇清过吓？真心唔错。我觉得呢个咧好似嗰个咩，即系好似哈利波特嗰个咧咩金头子，我唔记得叫咩啦已经。对唔住，可以唔够记得咗。呢个变蓝色正，呢个果然真系有染色，但系个染色咧即系明显到咧都系晒，多谢多谢。呢套都有染色，我真系咧见到就一定 what the fuck， 原来有染色噶，我真系唔够知喎，佢个镜片转咗色，好似啊呢个系镜框，呢个镜面，点啊？但系讲真啦，我染色其实冇乜目的，纯粹系冲一冲自己个收集度，嗯冇错，我哋环绕紧同一个主题就系收集度，我点我只脚好卵痹啊好痹，唉即使啦，其实我想问咧有冇男仔玩呢个游戏？咪真系嘅。如果有嘅话咧，我想认识下佢啦。诶，有冇？睇下有冇？有冇买？冇嘅系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呢个都我请乜啫？多阵啊，多阵，多阵，多阵。唉，唔好意思，翻嚟黐紧线，对老母。唉，要剪走佢，我又唔捻记得咗时间，剪乜鸠啊？要仆街。呢个我其实可以整多个，但系懒得整。同埋呢个真系几型，哎嚟啦！一套系咁样渐变色落去个婚纱，其实我真系冇乜见过咁深色，其实即系咁深色婚纱我都冇乜见过，真系嘅。原来呢个有，但又唔差喎个样。我想买一个，想买个镜片专嚟做呢样嘢。我就知道咧，你问好咗，一定有得染嘅。就谂紧，咦？点解我之前搵唔到嘅咧？我之前真系搵唔到，对唔住。唉，退啦，哎，哇！真系变晒色啦都。我碌到去边啊！仆街，屌我碌翻落去先。佢系，哎，得，呢个一定系公主级嘅，唔使谂。之后一个明日花旗，哇！我反而唔系太中意个花，佢全部蓝色嘅，蓝色紫色沟少少啊嘛。你全部蓝色，真系唔知讲咩好。呢个又系渐变色，正。虽然可能话咧，唔系，真系净得呢个渐变色，对唔住。好，呢啲全部染。冇错，我的底线又差唔多到啦，2700，真系退啦，冇问题嘅，唔会死嘅，死唔去，之后拍成半个钟就喺度掩色嘅，知唔知？我真系咧，各位观众咧睇我掩色咧，应该睇到无聊啊，应该谂紧我睇紧乜嘢？我看得生笑，我打十次，唔该晒，呢个透明嘅佢，好似系透明。浅紫色点解会系透明？呢、这个又系透明嘅、哦，佢有两套嘢好卵似喎。啊，唔系咁靓。哎，得，呢啲嘢咧有啲旧嘅涂装。唉，直头。呢个又系设计图。梦幻斗篷我都想再整一个，我之前染咗呢个，但我有少，但我后悔，所以我染翻转头。唔好问点解会后悔，
万盛科技，唔系呢个有进化嘅，有。大多数咧，啲虫屋咧真系抽翻嚟，就是、你唔系抽翻嚟咧，你要买一件咁嘅虫屋咧，真系其实一件几难嘅事。因为咧，你抽奖你唔系每一次都呢远行手套。哦，我以为系未进化啦乜鸠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一开个抽奖个位啊，你唔系去到成，即系你唔系去到好频繁、好成日咁样抽咧，你系唔会系冇错。我讲定你系唔会攞到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唔会买到嘢嘅。即系我嗰、那个游歌长廊嗰度，啊唔系游歌长廊，游歌亭啊流光亭园，流光亭园嗰度咧，我系点讲咧？我系一直都有一堆嘢咧，冇错，系买唔到嘅。大家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咧，我咧唔系智障啊，我咧就系即系有抽开，有抽开都好咧。啊屌，我又揿咗出去啦！有抽开都好，其实都系好容易。点讲咧？就系唔得，我赶住一边碌一边搞咧，搞到我讲嘢好唔专心。啊唔系，但系我目标唔系掩饰嘅咩？屌，对唔住啊！大家听，大家喺度听我讲废话，喺度废噏废噏废噏。我相信大家咧应该嬲到想揿出去，真系对唔住。大家唔好打我。Yes, you guys don't hit me. I don't want to be any hit. Thanks. 哦，呢个粉红色唔差，真系唔差。我投资一套粉红色啦，我真系。呢度仲有，佢饰物咧系比较多嘅，冇错。所以其实可以买定一扎。啊，有刀，诶、啊，差我少少，搞埋佢，有冇烦啊？最后底线又降到去2000。我而家咩料啊？大放松。我想问一句，我咪饰物啊？点解呢个系浅蓝色？我定系色盲啊？其实系咪真系浅蓝色？我见到黄色咯。我可以肯定自己咧，应该唔会有色盲嘅。嗱，呢个浅蓝色我接受到嘅。我仲以为浅粉红色咯，系呢个，但系都唔差，有少少意料之外。系拍咗半个钟，大家睇下染色睇得好爽系咪？我觉得喺个颈跟住绑法咧，好好骑呢，知唔知？我见到第一眼见到我嘅时候，what the fuck？ 你呢个颈巾你想绑咩？勒死自己？定系包住自己个身啊？绑住自己话？黐线！哦，呢个唔错，呢个俾我感觉就系如果系红色嘅话，就似 Iron Man 只手，啊唔系？我呢个好似，喂，如果咧电脑主机佢咁嘅样，系咁嘅样嘅话，我即刻买，知唔知？我即刻冲去买嘅楼，佢装修到咁嘅样嘅话，我即刻要，知唔知？去啦，知唔知啊？我做呢个动作咧，你储咗半个钟，我系染晒之后，要睇一睇我服装收集到。咁当然咧，俾大家直接睇就咧，冇可能嘅事噶啦。呢、這个都有嘅，原来呢、這个烧起有咯，系好难抽到。呢、這个就系一个嘅，想世界有一个，知唔知？我真系见过最睇呢个先，呢、這个冇乜嘢。我见过最癫嘅染色系全部形态。咁當然呢個係綠星套裝啦，我哋唔可以排除任何嘢啦。跟住就想點就點啦，佢贏曬綠星，綠星你想做咩都得啦，屌你老味！咁我收一收集先。我注明一下先，我撳入去咧係會封曬成個畫面，嚇你冇聽錯，封曬成個畫面。哎，我想睇一睇自己叫，哎，會唔會攞15%？應該有可能。哎，求其啦，冇所謂。之后咧，系我哋会封晒成画面，因为咧好烦，知唔知？我真系会查翻自己真名啊，即系啲知唔知？大家认到我，认到我啦。好，散。哦，我收到有冇提升到咧？其实我唔知咯，但我 feel 到系升咗上去嘅，我 feel 到系升咗上去嘅。好，我哋出发先。之后有一样嘢就系想睇翻衣柜，总收集到系提，即系好似唔知有提高到。应该提高咗少少，即系过少少。荧光之前嗰度真系拖咗一橛咯，因为荧光之前一直逗留。咦，鞋点解会拖到咧？鞋点解会累到我咧？鞋好少咩？有可能喎，等下先。有可能喎，因为就系鞋呢样嘢，我唔系太注重。连身裙，咦，连身裙意外地差，咦，咦，76，我冇谂过啊。我以为连身裙，我以为连身裙我会多少少，咦，69 ，what the fuck？ 诶，唔好理啊。好啦，今次去到咁多先，系冇错，拍咗成40分钟，真系黐线。好啦，我系 Darky 嘅 Little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次，其实影片入面再见。如果有啲咩合集想睇嘅话，都可以建议噶。下边唔该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